十五年纪下第九章一节，大卫问讲：所罗门家要村的人无？我要因为约拿单的缘故，对伊是因。所罗门家有一个仆人，名叫西巴，有人叫伊来见大卫。王问伊讲：你是西巴吗？回答讲：仆人是。三节，王讲：所罗门家要有人无？我要照神的慈爱好款待伊。西巴对王讲：要有约拿单的一个仔，是拜卡的。四节，王讲：伊伫倒位？西巴对王讲：伊伫罗底巴阿米利的仔马格的家。五节，大卫王找人去，对罗底巴阿米利的仔马格的家带伊来。所罗的孙约拿单的仔米非波设来见大卫，趴伫地里来拜。大卫讲：米非波设。米非波设讲：仆人伫遮。七节，大卫讲：你毋免惊，我要因为你的老爸约拿单的缘故，是因乎你，将你的弓射落一切田园，拢行你，你也要常常甲我共桌食饭。八节，米非波设搁趴伫拜伊讲：仆人算啥物？不过亲像死狗一般，竟然得到王安尼看顾。九节，王叫所罗的仆人洗巴来，对伊讲：我已经将属所罗甲伊一切的家产，拢赐予你主人的仔。你甲你的将军仆人，得为你的主人的仔米非波设种作田园，将所出产的摕来予伊通食用。伊却要常常甲我共桌食饭。洗巴有十五个仔，二十个仆人。十一节，西巴对王讲：既然我的主，我的王所吩咐仆人的，仆人拢要照安尼行。王哥讲：米非波设要甲我共桌食饭，亲像王的仔一样。十二节，米非波设有一个要细汉的仔，名叫米迦。既然踮伫西巴的家的人，拢做米非波设的仆人。对安尼，米非波设踮伫耶路撒冷。常常甲王共桌食饭，伊两脚拢是拜的。